你俩在干嘛呀？我要睡钱呀。子慧，你今天收了多少次钱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们的压岁钱，妈妈来帮你们保管的。不可以，没得算账。妈妈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走我们的压岁钱呢？你还小，怕你们弄丢了，所以妈妈帮你们保管呀。这个丢了有区别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就是，总是说帮我们宰的，最后都没了。今天不会了，接下来我和你们一起管理压岁钱。怎么管理？来，给你们看看，妈妈帮你俩每人开立了一个专属你们自己的银行卡。你们以前收到的压岁钱啊，妈妈都给你们存到这卡里了，以后每年压岁钱都会稳定增长哦。哇，我们自己的卡，那可以你和我们一起管理压岁钱了吗？那当然啦。妈妈，那你看，甜不甜？甜。来，把压岁钱给妈妈。好。哎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妈妈，真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是手呀。就知道是，我看你是没救了。舅舅不是带着吗？怎么说我没救了？跟你没法比，你看哥哥呀，多冷漠。还不都是因为你。我？我们家总要有个人有出息吧？没错。你别在这多嘴。我只有一个嘴，不多呀。子慧，你皮痒了是吧？你看妈妈多关心你俩，不像你爸，从来都不关心我们。爸爸很关心你呀。就是，上次你把车撞坏了，爸一直在关心你，都没有关心车子。他哪里关心我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又不是问你眼睛瞎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今天在学校得了第一名。是吧？你干什么得第一名啦？吃饭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你这叫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呢？这要放在我小时候啊，那叫饭桶，知道不？你从来得过第一名吗？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哦，饭桶都不如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不能去捡垃圾，好脏呢。我撒点油的。这是油吗？这是油，这是。你这是在干嘛？炒菜。炒菜，炒的什么菜？炒的辣椒粉丝。那你炒给谁吃啊？给你，我炒一个辣椒，炒一个粉丝。炒给我吃？这能吃吗？尝一下呗。哎呦我的妈！哥哥快点，我把它让电话啦。子慧，看，我给你买了新年礼物。哇，开心吗？开心的，不要不要的啊！不要就算了。不要，妈妈，你不爱我了吗？爱呀。那为什么我没有新年礼物呢？有啊，要是我爸爸在家就好了。爸爸工作忙，有时间就回来的啊。为什么我只有一个爸爸呀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爸爸。那为什么你有两个爸爸呢？我也只有一个爸爸呀。不对。你叫外公叫爸爸，还叫爷爷叫爸爸。外公是妈妈的爸爸，爷爷呢是妈妈的公公，知道吗？公公不是太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嘴坏。我给你化个妆吧。不要，丑的人才要化妆呢，我也不丑。你啥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说呢？哎呦，你啥意思啊？啥也不是。你，哎，天天，大家多喝酒哦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也要管呢，就是现在爸爸口袋比你还干净。哎呦我的妈！哪有钱就变坏啊？我这是为他好，爱他。妈妈，你嘴上说是爱，你行动上全是伤害。这不是爱，是坏。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。